大家好，欢迎来到青牛泰联，先点关注，以后不迷路。好，我是常驻嘉宾路人甲。好，路人甲。好。然后最近巴黎奥运会啊，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啊，大家最爱讨论的话题，一个是比较辣眼睛的开幕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中国运动员频繁遭到药检的事儿。对，还真是的啊。今天呢，主要聊聊后面这件事情。前几天，就7月29号啊，前跳水运动员高敏在微博上发帖说，中国游泳队在赛前一天能有7次兴奋剂检测，他还把这次中国游泳队的表现不好的原因归结于此。他这一说就引起了网络热议，很多网民为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遭遇打抱不平。你怎么看呢？你觉得这是一种针对吗？我觉得这个药检的次数确实有点多哈。你作为一般普通的运动员来说，药检这么多肯定会影响他的发挥的。但是是不是说就是一种针对呢？我觉得是。我们看看别人怎么说哈。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那个记者关于这一类的问题。他怎么说？他说啊，中国游泳队是巴黎奥运会上接受兴奋剂检测最多的队伍。也就是说得到官方认可了。对，还有上个月中国国家游泳队的一名营养师在网上也发文说，他们抵达巴黎10天被抽查了接近200次兴奋剂检测。这么多。对。他同时也转发了中国和外国选手去年接受药检的数据图，里面对比了来自中国、英、美、加、澳等多国的多名运动员的药检次数。里面的一位叫做张雨霏的运动员去年接受了43次药检，相当于几名外国选手的总和。那是有点多。所以我觉得这针对的意味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那就不得不提中国游泳队的历史了。这个故事得从一位东德的教练说起。大家知道东德在奥运会上一直都是很厉害的，对比一下1988年奥运会上的各国获得金牌的数量，苏联第一，东德第二，美国第三。当然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啊，东德的优异成绩的背后有东德底蕴深厚的兴奋剂文化在发力。那总之呢，从1986年一位叫克劳斯的教练来到中国游泳队之后，成绩表现那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飙升。大家知道80年代的时候，日本队几乎一直都是亚洲的游泳第一。咱们看这个变化有多快啊。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游泳队女队获得了3银1铜。1990年北京亚运会，中国女子游泳队包揽了全部金牌。92年奥运会获得了4金5银。94年游泳世锦赛，中国游泳女子队达到了巅峰，16个项目里赢得了12块金牌。另外还有5块银牌，1块铜牌。其中有一位选手叫乐静怡，他更不得了，他总共参加了4个项目，全部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哇，这太厉害了。对，那日本队员也感觉挺纳闷的，多少年了他们都是亚洲第一，就经过了短短的数年，中国游泳队他不是极个别的几个队员啊，他是整个队伍全部都实力飙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们吃了仙丹了是吧？对，说到点子上了，日本队员估计也怀疑他们是吃了仙丹了，他们就去找，结果这仙丹还真就被他们找着了。怎么找到了呢？他们在游泳队员的房间里装了窃听器，他们发现啊，中国队员不仅谈话的时候直接聊兴奋剂，而且在房间里还随意的扔着用过的针筒，然后还被日本人去捡到了。这么嚣张吗？所以是人赃并获，证据确凿，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一检查，7名运动员都有问题，然后12块金牌被剥夺。紧接着整个游泳队，不仅仅是刚才说的那7名运动员啊，整个游泳队都被禁止参加下一次，也就是1995年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就是这次作弊的影响就实在是太恶劣了，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就两年之后，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队进场的时候，美国解说员是这样介绍的，他说：“你看，一支靠吃药获得奖牌的队伍向我们走来。”国际上都有名了是吧？对，名声臭了。而且在这次比赛中，也只有乐静怡选手收获了1枚金牌，跟之前就相差很大。那这次被查出来之后，中国游泳队应该就比较收敛一点了吧？并没有。1998年澳大利亚游泳世锦赛上，中国运动员在机场又被查获出大量的兴奋剂，数量之多根本就不是给一个人用的，那是一个队伍的运量。结果那个运动员被查出来之后呢，拔腿就跑，然后后面一堆人在追，
同时还查出来他的四名队友也服用了兴奋剂。嗯，这就让我联想到孙杨的那个暴力抗检啊。如果你只看国内的新闻的话，还以为就孙杨的事情是一件偶发的事儿，其实它是一脉相承的。咱们看那个中国队被这种严厉的审查之后他的表现哈，2000年奥运会金牌数是零，然后2001年、2003年、2004年也只有罗雪娟选手在比赛中获得了金牌。我想我们聊到这儿，大家心里也应该明白了，到底有没有针对中国运动员了。对，其实我倒是想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长跑，我们的中国女子长跑那是很强的，很出名的马家军。这个当时在新闻上呀、媒体上报道，大肆宣传啊，那为国争光呀，马家军。嗯嗯嗯。结果呢，就在大概九五年前后吧。嗯。其中他那个主要的主力的队员有十几位队员。嗯。因为受不了这个教练对他们平时不光是训练的时候什么酷刑啊这个那，还有就是强迫他们吃药啊，而且还强迫他们打这个男性的荷尔蒙啊，所以就造成了很多人啊，他这个身体啊不光是异常，而且肝功能也受损。哦，难怪我看很多新闻里面的中国的女运动员长得跟男的一样啊。对。所以他们这几位运动员就在大概是98年的时候，嗯，然后就向一位记者去爆料了这些事情。嗯，然后当然他们在这个之前呢也都集体辞职了啊。辞职之后呢，马家军他又组建了一支新的队伍，嗯，但是后来就没什么成绩了啊，就渐渐的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嗯，他爆料的这些东西呢，被这位记者啊写成书发表出来，但是发表呢，在中国那个环境下你也知道是不可能让你就是这样去出版的。对对对。所以这个书即使删了很大的篇幅章节，也是出版不了的。嗯。后来又在2000年之后，在一次奥运会上，才把这个事儿再次曝光出来，大家才了解这个真相。嗯。也就是说，可见这个我们这个举国体制啊，都是靠嗑药来赢得这奖牌的，就冲着那个奖牌去嘛。这跟中国女子队的方法也是很像啊。对。你这么说的话，那你怪谁呢？中国队在世界比赛上这么被针对哈？对，人家针对你是有理由的。对，咱们在国内是尽量的不让人去知道这段历史。中共他可以在国内操控舆论、垄断新闻，可是这种淫威啊，在国际上他就不管用了。对，就像孙杨，他可以把他夸得天花乱坠，可以到处说他有多冤多冤，可是，在国际上信息是透明的，他无证驾驶、嗑药、肘击别国运动员、暴力抗检。还有在听证会上拉胯的表现，这些都是公开的。听证会上孙杨的母亲顾卓又而言他就是不直接回答法官的问题，这视频你都可以在网上找得到，都可以去看，这多丢人啊。是中共的那一套东西还以为在国际社会上还能管用吗？另外我想聊一下最近网上的一种说法，那就是说大家对奥运会的关注不如以前了。其实在正常国家队的成员往往是来自于民间，政府也只是组织一下形式，那么可以说国家队的表现是能够反映出这个国家人民的那个身体素质的，体育素质的。那么中国国家队的表现和中国人民的体育素养那有什么关系吗？其实就像一个禁枪的国家，他射击比赛总拿第一，其实老百姓也是没有啥感觉的。对，嗯，那只要你不是在装外宾，都能够感受到在中国体育的存在感是有多低的。你往学校里面看，有多少体育课被过继给了数学课、英语课？那出了校园，有几个设施完善的体育馆是面向大众的？对。那奥林匹克主义啊，经常被解释为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这和崇尚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奥林匹克主义崇尚人权，主张人人平等。运动活动是一种人权，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权利。在往期节目中，我们也经常聊到中共的践踏人权的行为，实际上他们也是靠着践踏人权、谎言、暴力和分裂社会而起家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了为什么中共派出的所谓的国家队他为什么是这样的表现了。那最后希望有朝一日奥林匹克宪章中提到的和谐公平的社会环境能够早日在中国实现。嗯，好，拜拜拜拜。